只有79分而已，算是远低于他们的场均。林志杰一摆一个三分球，杰哥要跳出来扛了。对，那以他们进篮筐附近的重攻击手段是很多样化的。对，林志杰问节奏变换，再一把三分，林志杰 for three。第二段加速再交给洪凯杰，洪凯杰今天是新鲜的腿，昨天 BNP 篮底下直接跳得很高，防两端都管得大用。赖廷恩出手放短，没有保护好这一球，林志杰在第二台出手，林志杰今天要接管比赛了。那勇士这边比较好的消息是包括了赖廷恩啦，还有这个洪凯杰，然后包括桂宇在上半场有些表现，哇！但最好的还是志杰哦，比较可惜哦。Watchman 拿下了假动作，林志杰要记上一次超解。哇！而且 Watchman 手掌被现在双方都启用板凳上来的球员。哇！林振出现失误，林志杰把球抄走，在底线的位置观察队友的位置，放慢下来哦。一个掩护之后，直接从外线拔。哇！前场有一个爆破的机会，强森想要修他，球还是被他放进去，而且要的。现在又来到八分，林志杰他最后四秒钟也是砍进了招牌的三分球，林志杰说。